去挖，今天是我回来，那继我续们是，挖。哎挖呀，哪里呀、哦，我挖你掩护我。啊？好、哦、，Jerry 来了快、哎，，Jerry 他们来来，他过们去你了，退！哎呦，炸弹！哎、哦，我桶还小没炸死，心，小桶还心！没炸死。可以，没事。我被卡住了。喂、哎，有、哦、分数拉回来了，分数拉回来了。我在干嘛打？我拉这么快？有人来喽！他们来了！团团，我40回来回补，慢慢来。我去捡点牛排回来。我又把他炸死了。分数很靠近。喂，没有问题，中间核心没有问题。我要带到西瓜刀里面来。哦，好吧，好没有用。小心，他们过去右边了，右边了。右边有人来了。我在看。但反过来。反正你看要不要抄左路到他们家挖他们家里的，好，可以四个一两次啊。行，右边我们现在都在，反正都卡在这了。是要他们在守他们的加分点。哎、欸，他们在玩哦，小心哦，他们在玩哦。我在玩。哦，好。在炸这里。哎呦，杰克来了，杰克来了。小雨，小雨。杰克哪边？左边右边？我在退。杰克在我们加分区。我找到杰克了，杰克不要走。哎，好，加分的有掉吗？没有，他们下水要抢中间喽。好，小雨，中间是小雨吗？谁？我没看清楚，我不知道是谁，应该是小雨。没，我们先下。对，是小雨，小雨在挖那个。小雨打他，打他。没关系，我趁机挖他们头。哎，不要让小雨走。哎，一个人一个了，没有堵到。哎，两个人，两个人。没关系。哎，三个。四个，好爽哦！什么东西？他们的加分岛全挖光了，六个全挖光了。漂亮，可以，就是这样。所以，好，中间我抢回来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我又在爆弹。没有，我不会带核心。他们也在爆弹哦。是我，在我附近。有，在你附近。Safe。是我。那个团在扔。没事。团在扔。我找不到，来我扔！什么东西？不能扔，分数拉回来了，扔我，偷偷扔我！有，我在守他们祭坛，太靠近，不能扔啊！专业不会扔爆弹，笑死！分数超过了，我等下继续扔。有，可以，扔六个，很爽。对。小心要消过去了哦！等下右边，小雨在右边，小雨在右边喽！我在打，我再把他打向我们家。哇，跑去了！等下下面好像有人下去核心了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有吗？不要跑，看一下有没有 ID。我没看到。小雨的血量多少 ？Tab 看一下。小雨一个一星，一颗星，碎啦！哇！六！我拉你们！哇！四个！耶！来，然后弄个爆弹，然后却全都却没炸。你不能扔那个啊！你不能扔那个祭司啊！你全部丢在我身上哎！丢！没有啊！我后来有想要丢巧克力，可是也没有中啊！没有他。他靠着在你旁边啊，他靠着对啊。我第一次死在你那边也是回归时用的，发现用不了，因为祭司在了。祭司在就是整个就是不行的，对，真的。哇，娱乐金科啊，406。哎，我们最后我买了三组吧，然后都没用到。你买超多的，我就看你啊，买太多了啦，然后都没丢成功，然后都没成功，很难过。那你最后扔我是因为距离太近，他距离太近也不行。会炸的话，他没办法判断吧？觉得会炸到自己的地方。对啊，巧克力，像你刚巧克力有一次丢我，都两颗炸。对，居然有防呆啊！我们玩到中间，发现我们中间的核心没抢到。你知道我们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分数你们都比我们高？然后就想到底为什么？然后发现中间下面忘了。对啊，而且你们很好笑，你们有记得，可是你们其实一直只放一个而已。对啊，我们一直前面只有以为只有一个。
后面才说有两，后面才发现有两、哦嗯。然后我们就在种子的正后面，我们想说，分数怎么有少？啊、算了算了，可能是我晚放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分数越拉越远，越拉越开啊，你都一样有没有？然后还怪那集算数不会算那么多。那集你会不会算数啊？哎、欸，这个、欸，我说差500，不是差700，怎么越来越多了？越多越差越多，到全身都你越没死，手残赘肉啊！主要是恶灵网络不好，真的是进不了家里啊，真的很难挖到核心。嗯，恶灵还好吗？难挖。恶灵恐怖，那怎么了嘛？那你是卡卡的、啊？那时候不是把我炸死？欸、我刚做好神剑出来，哇、欸！你想干嘛？就不见了，七神剑呢、欸？还没看到就想做谁呀、啊？是什么啊？是406的空包弹？对，没有错，都没有，扔到通通都没有，通通扔到我身上来。我算了一下，大概三组吧，空包弹给错人了。嗯那个爆弹使用手则要先看。对，看我之前没用过，不知道。嗯，不要扔在祭司身上。嗯，简单说，祭司没有用，太近没有用，对方头上有障碍物没有用，然后女巫附近也没有用。对，那、啊、你七神剑呢？掉在哪？但是他炸掉了，那爆弹是挡不住的，被炸掉了，被炸掉，活该。干嘛了？好凶啊！我什么都没做，附什么魔？你剁我也剁得很开心啊！我的武器也是锋利三呢、欸。那个作者一直在呛啊，他就说这个岛民就很好挖，是我们不懂。好、哦，所以要来了。你说中间那个作者要来了，作者要来了。没有，他说这个主岛的核心很好挖。哦，他水岛的核心。他说这个主岛的核心呢，主核心没有很好挖，人少过不去啊。岛都说核心很好挖，对啊，我们就来看看作者能不能挖到我们的核心啊。他怎么挖？作者来挖一下就知道喽。对啊，对啊，先看一下有没有密道。我再看，检查一下，再看一下。讲的瞬间先看一下。哎呀，女巫上去还是得走那里，没有别的。死掉的话还会复活吗？还是要叫他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捷径可以走。说明作者自己做了一个作者的统一捷径，而且还要经过通关，要通关命运有没有？芝麻开门。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柴火吧，他可能这个柴火的跑酷大概练了20次了，对，200次。每次跳壁上，哎、欸，这女巫打不死哦。他这跑酷还不好跑，杰克突然那边中毒。对啊，我在家也是，这还蛮神秘的。我们一开始有人毒到死。他那个女巫就是不分敌我，只要你靠近，他就是给你。那几次还被毒到快挂。杰克也直接毒挂、啊。对啊，活该啊！干嘛？哎，神奇！海皮手抽奖啊！抽奖了。那零重开一下电脑。啊，白痴！不能进。二零零啊，对，嘿嘿。你还 OK 哦，给他 debuff， 看看花多少钱。debuff， 月初就又一堆箱子，真的，那个有点受不了啊。啊，20个箱子，快速进出，慢一点还可以啊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噔噔噔，噔噔噔，闪电侠套装头盔。哎，我干嘛重开啊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你啊。胡椒监狱兔宠物，这什么东西？脑袋断了，脑袋断了。监狱兔，你想说是王国之战吧？因为刚好 Q 到200，对不对啊？上没有虫，哪想说是200？然后当祭司说赌博啊，这个应该也出个赌博系统啊。又要赌，这么想赌赢了啦！来，让观众来，各种正面 buff、负面 buff 都来。观众跑酷战什么？哦，啊。对对，那个升起来啊！明月啊，金阳有没有要打？金阳，嗯，对啊，又出了新的装备了，更新装备哦。金阳，金阳好懒哦，好懒哦，好，所以最近好懒，都开起来打。你最近不是说在天涯？对呀、啊，你在练武功打坐。我快满等了，我快了，我快了。然后每天上线就大概打坐，好满了下线。
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，其他的三个没有吃到啊？可以啊，慢慢练啊，最佛的那种，一辈子打坐就好。嗯，打到85人。什么？屏障。栅栏哦，这是玩栅栏、哦、他们是从这边对不对？嗯哼，看我刚刚从哪边来，我看一下。我们要选哪一队？我们还要哪一队？对，一直都是红色啊。一直红色、啊，因为蓝队。他就火焰鸟队的啊。火焰鸟队。哦、所以我对啊，这边有个按钮可以直接选。等下这边放不起来，为什么？那上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屏障 啊？没有啦，因为我站在那边啦，而且你创造它屏障会帮你收掉，就穿透就收掉了。你只要站在附近，它就把你从那边屏障收掉。它的穿透是，它、嗯、的穿透是直接消掉吧，让你消失。对对对，你所处的防爆直接穿透屏障。哎、欸，作者说很好挖，我守在核心就好了。很好挖是吧？对啊，原来是那么好挖，我抱不上去了。我要看看你怎么挖，我想学。哦，是这样子，我就把它打下去。还是有那个创造保护那个？哦，有了吗？没有没有啊，你这样子，它等一下掉到中间，它就上不来了吧？这么多种中间岛，掉到两个栅栏中间，下面都是旧的了，最上面是新的。哎、欸，对耶。啊，不是啊，刚刚碰到那个旁边要小洞，让他们走出来啊。哦，对呢，那给你弄，给我弄好不好？让他们赛船啊！哦哦，该不会？哦，你也找到很好挖的方法？是啦，这旁边一看就知道是很明显的密道啊，只是那时候我们没有瞅旁边而已。密道？这个密道进来之后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栅栏旁边那几个洞吗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根本还没办法靠近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人少啊，我们人多、嗯、直接扑过来，人多人海战术直接冲过来的话，硬是跑进去也是可以。啊、像杰瑞多可怜，对啊，我已经被繁星冲脸。不是啦，我说你当祭司那一次，就在家里被砍，哦、对啊，就是在家里砍两次哎、欸，在家里活活被虐死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大家都往前冲啊，然后我们感觉要两方家互换，怎么这边都是他们的人？对，我们就想说，哎、欸，杰瑞你干嘛出来？不是啦，是他们冲进来了。那作者有在推荐那个一个道具很好用啊，我刚刚也是没用。我看到一个安，对不对？那个回访安，对，它就是你买了之后，你死掉，你身上会随机有九箱物品带回虚空装备。对啊，回收区那里啊，你买两个就是随机18个哦哦，哇，我刚买两个，身上自杀都没有关系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家里会有那个回收区就可以去收了。欸、好，哦、就是充钱线，如果装备很好，充钱线买两个。对啊，哦，因为我那个回返安作者，那回返安会被那个吗？祭司给封住吗？还是不会？问一下作者。嗯嗯，作者也说会，所以不能在祭司旁边死掉，所以在祭司旁边死掉，哎、欸，等于没有用、欸、是吗？看起来是没有错。那，但我觉得回归死好像还是好一点。嗯，回归死好像比较保险一点。这个算是一个初步的。作者说，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啊，你回归时在祭司旁边也用不了啊。不是对啊，我可以在看到祭司来的时候赶快先用。等看。嗯、你回来了，我们遇到的问题来了，你就只能你看、啊、要死了，完了死去，完了送这边开洞嘛，这里开洞啊，送起来，哇送装了，哇那个不是被动道具吗？然后结果发现，等一下祭司旁边根本没有，是别人拿着护石，然后回不去，你不是祭司啊？太心机了，今天这个会不会对他们来讲有点太难？还好不会啊，我还可以在上面这样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还两个人，哇！栅栏猪年呢、欸，猪猪一族。哎、欸，你们 YT 开台有遇到过一次开两次的 skin 啊？什么开两次？什么？就是或两个麦块的造型，就两个台啊！我 YT 直接开两个台，一个是礼拜三的，一个是今天的。
好神秘，好像最近都有这种问题。我有一个是冰果哎、欸，神秘玩冰果喽。对，他直播中会有两个台，播为什么？哦，繁星正在直播，然后也是啊，我这张地图也蛮像冰果的啦。看有没有？从从上面看是吗？哎、欸，上面怎么了？冰啊！连线喽。